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成全女儿和这个人曾破山生死在一起。我喜欢他，喜欢他心里眼里有女儿。你是不是跟那个飞行员在谈恋爱？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当耳旁风了？爸，他挺好的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胡闹。哎呀，好说。圆圆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都在那个飞行员身上，可是现在外面乱了，要打大仗，那炮都要打到钱塘江的桥边上了，咱老百姓现在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可是他是飞行员，是军人，他不能跑，他得打仗啊。打仗怎么办？最后就是死啊。原因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啊？你怎么能守寡呀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话虽然说得难听，但是你将来以后明白了，你会感谢我的。好了好了，什么话都别说了，明天就回老家理水。元英，元英，元英，破山，元英。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嗯，你去了丽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若丽水也有战乱，你们就往内地走，去重庆或者去昆明。昆明？那你会在昆明等我吗？我会去昆明继续学习作战技术，随时准备升空。不过我会把你亲手抄的书一直带在身边的。元一，我喜欢你，但现在必须放手了。剑桥已经牺牲了一半以上的飞行员，每天都有未亡人火烧纸飞机，我不能害了你。我希望你好好活下来，跟着家人去安全地方。曾博山，我有句话想问你。你以后会忘了我吗？永远不会。但你必须忘了我，我这个人，这条命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，就不能再许给你了。可是我已经忘不掉了，我忘不掉了，怎么办？你可以做到的。一年做不到就两年，两年做不到就三年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只是我们年轻时的冲动吧。再过一两年，我长什么样子，都会变模糊不清，都会过去。傻子，
你的眼睛、鼻子，还有你的脸颊。早就忘不掉了，曾破山，你把你的命许给了国家，那就让我把命许给你。都有一死，生死有命。我要把我的命和你的连在一起。走，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成全女儿和这个人曾破山生死在一起。我喜欢他，喜欢他心里眼里有女儿，喜欢他一心为国，喜欢他志在冲天。遇见他是我的命，爱上他也是我的命。就算他以后为国捐躯，至少女儿还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。只是女儿不孝，以后没有办法侍奉在二老身边了。今天我也没有办法再和爸爸妈妈远走，只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够平安回到家里，与族人相互照应。软言，妈，你可知道咱们这一别，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。我知道，女儿不孝，妈妈原谅原因。曾破山，刚才的那番话，都是我女儿讲的。我想听你亲口所说，你的打算。徐伯父，徐伯母，我作为男人，作为军人，应该勇于担当。刚才元英先我一步把这些话说出来，我感觉到很羞愧。但他刚才说的正是我想说的。他既然说了，那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我喜欢他。从我在书店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他。我会用一辈子去好好照顾他的，为国舍命是我的职责。可若我多活一天，我会用一天给他幸福；多活一年，用一年带给他快乐。请二老放心，把元英交给我照顾。你说的是心里话，心里话。起来吧，大丈夫许国，本是大义。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，还不至于执迷偷生。只是小囡囡长大了，长得太快了。走吧。圆圆，妈，
原因，我这也没带多少钱，这几百块钱你拿好，爹没用，也没给你置办嫁妆，走了。曾国山，你记住了，别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她，啊！我一定。走吧。爸爸，妈，妈，妈。不想。